好，杜董，你这个最近要出新书，特别教大家从月线来挑股票，特别这时候刚刚讲，觉得现在是审慎乐观啊，危机四伏啊，怎么样可以小心操作？这除权息要到了。我大概花了10年时间呢，才出这一本新书了哈。它名字《金周刊》出的，它叫做《杜金龙半世纪的选股圣经》。半世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出一本书叫半世纪。因为我在这个行业比较久一点哈，非常尊敬。为什么要安排6月25、24号左右？因为6月25号我太太生日嘛，所以给老婆拍马屁一下。半世纪选股先送给太太。对对对，说因为太太说获利所得送给我更好。对，鼓励那个搞会了哈。那这本书的话，为什么它是一个？比较在这个时刻来的可以给投资人参考，是说，因为我们台股是51年到58年，对，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哪一张那个基本座，就是台泥哈，台泥，因为他们都买过的1101嘛，就是第一支股票，天字第一号，从51年2月9号到现在哈，那整本书里面它就是收集了上市公司10年以上。那从民国51年，它有长线，好像我们做技术分析的话，那个长线的最完整的 AK 线图，那这个 AK 线图的话，它长线的话一定要用10对数，所以你看到这边台泥最低点哈，7块多有没有？如啊，那最高是300多块。那如果说按照我现在做的图，台泥现在40几块嘛，所以你拿这个 AK 线图，你就第一个拿图来看的话，你就说你现在买台泥的话，40几块刚好是在1/3底下，有没有？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波段目前我个人认为是第七大循环的高点。如果因为我们股票市场有多有空嘛，现在高点现在不能够买在相对高点的高价位的股票。如果你做长线存股的人，理论上你应该耐心稍微等下，等待一下。我个人都认为，因为你涨了11年1个月。回的话大概2N+1，大概有比较长的时间，到明年的10月份才是相对的低点。杜董是用2N+1算，所以是23个月，要回来到明年10月份，这个是我目前规划的。所以你在台泥这张图，你可以在左右边，你看你在台泥要怎么买，这是这一张图非常完整的。那应用在台泥现在可以买吗？现在是刚好在中间嘛，没有，已经偏高的位置，大概因为我认为大盘上涨有限嘛，下跌比较大，这是我们要。如果要买的话，中间现在还有点贵，要低一点的价位才可以。如果说你长线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应该还偏高哈。那这一张图还有一个东西，就除了股价完以后，它这边有一个EPS 就是赚多少钱啊。另外有 EPS 完以后有股利嘛哈。那我们股价除以 EPS 就是本益比嘛，所以本益比这样算起来还是偏高嘛哈。另外你有赚钱还要配股息，那股息除以股价叫。是殖利率，殖利率算出来大概4%左右。如果以4%左右殖利率，目前定存0.多嘛，应该以殖利率来讲可以买。所以这个两，对这两个的观念就不一样。参加除息可以，赚价差现在比较不容易。不容易哈，这是我们这一个长线的哈。那另外我们再看这个 AK 线图，我说大家一定要掌握三大要素：价。这个完整的58年的价量，底下不是有那个58年的业绩量嘛？哈，在时间这张最完整嘛，因为58年的台股的走势图嘛，所以来讲，这个就是说我们这整个从台泥总共收集300多支，好，那这里面有我们按照以前20大类的分类好去做的，所以那这个很多东西把它拉长来看，就知道它的价位在相对的这个中高低的这个位置了。对对对，这个提供这个大家做参考。待会还告诉哪些落后补涨股哈。好，蔡老师，你现在这个时间教大家怎么样来操作呢？这时间点，这个时候哈，我再补充看一下哈，让大家比较了解一下现在的一个风险的位置大概在哪里好了。这个是标普500哈，对，那标普500哈，那这边出了一根量哈，我大家因为这个是事务日啦，我本来不知道是事务日，我看一般来讲，如果说这个没有特殊的情况出这种量不涨，那个就叫量大不出量不涨。那本来还很开心，今天本来要下空单哈，结果是一个事务日，这种会一个这个是平常都会有这种量出来的哈，那注意一下这个支撑在就好了。那
我们再看一个，就是 VIX 恐慌指数哈。VIX 恐慌指数上一次这个破底翻的位置飙了一波，对不对？吓死了！然后做了一个头肩顶，哎，跟我的书一样哈，跌幅满足到了，就又来一个破底翻，又飙了一下，好。那哎，刚刚讲到出书，还恭喜杜董。我的书是2014年3月出的，然后今年2020年5月20号，刚好520这一天哈，全部卖掉了。哦，2014到现在全部卖掉。哎，对，加硬盘，我把所有的库存拿来自己卖哈。那个最后卖完，我那个全部都捐献，这个所有版权啊，大概140-150万全部都捐献出去了。好，那做公益。那。刚好就是520那一天啊，那下一次出书我可能要像杜董一样，可能又是十年后的事。你要出一本半世纪的，半世纪的，我要向杜董学习半世纪的啊。那我们看啊，现在这个破底翻出来之后呢，哎，它又形成了一个多头的结构。那 VIX 指数呢，上一波的低点在这里，那这一波的破底翻的低点在这边，所以整个市场的一个恐慌，并没有随着那个指数回到相对高点的位置而没有这个结束掉哈，所以这个 VIX 的话，除以我们讲过了这个长红呢哈，这个长红低点，这个没有破之前，这个恐慌指数它还是一个多头的结构，只是说它这个是第一波大涨之后的回调。好，一个头肩底下回调，那现在有进入第二波的一个机会，所以相对上，如果说那个 VIX 指数它是进入一个恐慌的结构，你不要看 VIX 的这个相对的这个衍生性商品很多，对，台湾我后来看到热门股是那个 VIX 的那个，对啊 ，ETF， 对啊，好，之前都快要下市了，那你再看看美国的那个看空 VIX 指数两倍做多了，对，两倍做多 VIX 指数，你知道上次从40几块涨到多少吗？涨到1000块，超快的。所以 VIX 指数的话，这个也是相对上有一个机会。那所以在反过来讲，做多的我还是强调一点啦，部位要控制好。OK， 因为 VIX 指数跟做多这个是相反嘛。对，部位要控制好，那一定自己一定要知道怎么去设定一个退出的一个点。好，供大家做参考哈。好，那新台币这一波走势翻身，大家发现都资产股也开始动了起来哈。现在怎么选股？对，那当然台币强有利于资产题材了。不过其实资产股最重要还是说有没有实质进入到开发的题材哦。那这边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呢列举几档资产的指标股，像南纺、南纬、世指、泰丰、裕隆等等哦。大家发现这些股票的涨幅，哇，你眼睛没有看错，这不输给5G，资产股涨成这样，甚至不输给生技股。到底台股怎么了？对，然后另一方面，其实资产股当然股价也比较低，所以真的如果市场认同的时候呢，蛮容易出现呢高趴数的涨幅。那我觉得这边来讲，后续几档呢，大家可以去追踪研究看看。那当然第一个来说，南港哦，这个是也是老牌的资产股了。不过实际上就是说，南港今年哦其实企图性很强，我们看到它在这个电视广告最近猛打，就是这个世界明珠的这个大案，那这个总销金额有可能创下台湾史上的新高，再加上就是说之前商办已经创下南港区域的一个销售的新高价了，所以这边呢今年开始会进入到它长线哦业绩面实质入账的一个算是发酵的一个时期。那另外来讲的话，5521公信哦，那公信呢，因为也持有这个大南港案哦，土地持分大概持有14%，那这边有一个实质的业外处分的一个利益即将要开始贡献进来，那预估可以贡献 EPS 5块1毛钱哦。那我们待会来搭配 K 线图哦，那再来看一下第三档3024益生，那益生虽然是比较低价位的公司，那事实上它在中壢这边呢也有大概4000坪的旧厂区，那也要开发为所谓的一个科技园区。那开发完成之后，这个估计市值可以上看到61元，远远超过它的一个股票市值。那大家可以看到益生的这个 K 线来讲的话，这个是周 K 线，所以你发现，在周 K 线经过长时间的打底盘整之后呢，那配合底部的放量哦，那如果能够往上突破的话，这往往有机会呢伴随后面资产股的一个议题哦，它可能是走一个比较长线的一个上涨模式。那另外5521公信呢，目前来看它价位也低，那是也是经过呢打底嘛，不过比较美中不足的是它量还没放大出来，最近反而呈现有点量缩迹象，那颈线还没突破，所以可能如果要操作这两个股的话，就应该再去观察一下它什么时候能够量价呢，同时有一个比较表态转强迹象。OK， 好，这个涨这么多还可以追啊。
其实资产股真的比较适合，就是反而要长线的资金，然后又有一点耐心，因为其实资产股通常不是一波到顶，而它配合所谓的一个资产开发的时程表，或者说业绩入账时间表，它会一个阶段公告啊，入账啊，对对，因为像阶梯式的，所以我觉得这边来讲的话，其实最重要还是做好资金管理跟平均分配啦，不要说单压哪一个类股，那按照类股轮动的机会来讲，应该很多个股，其实我觉得下半年还会有往上的空间。OK， 好，这个端午变盘哈，然后现在就在这个位阶比较高的时候，有哪一些可以再注意呢？我知道之前杜董喜欢讲趴趴股，对，趴在地上，现在趴在地上的趴趴股应该不多了吧？都已经飙上来了，因为上次讲的话，我在做那个长线的 AK 线图的时候，很多传产股不是趴趴熊嘛，都已经破它的历史新低嘛，就像说。以前友达是二十年来，它上市二十年来最低，秦创是十六年最低。可是目前因为都已经涨到快要波段高点了，所以我今天就认为有一个所谓落后补涨，现在还有落后补涨传产股，尤其像刚才讲的资产股是。以前不懂说要赶快卖，就列出补涨还有这么多。没有没有，这个是给大家做参考，因为我们永远手上都要有一些名单哈。如果说哪一天有急跌，都是可以去参考的。好，那我们这一次传产股、资产股或是落后补涨股，我们可以说为什么会涨？因为台商资金回流。三十年前他们把台股卖掉完以后出去，三十年后会回来，台股这些股票怎么都是三十年前的一个价格，所以才会有这样。所以我们大概认为这些传产股或是落后的它大概与机器比较关系。你会看到前个礼拜我们不是难得杜董也挑了好多 ETF， ETF 我刚才少讲一个，说如果要买，好像买00632啊，环一 WIS， 好像蔡老师讲的 WIS 有没有？这個买的有的是反向的，好，那像黄金的话 ，ETF 是避险的，这个是我们大概一定要有备这个东西嘛，哈。那其实我们真正主流还是5G跟瓶盖嘛，所以这里面列在这边备的。那另外我在传承股里面为什么都要挑龙头？因为为了点数，它龙头一定会去拉抬的一个动作，这是我们大概推荐的一些类股的一个个股给大家做参考。OK， 这个是什么时候介入比较好呢？我以波段来讲，对下跌，因为我认为现在是很尴尬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是除了传产股完以后，其他大家手上有这些名单。OK， 好，瓶盖股刚提到，请微亮这边。跟大家介绍，好，苹果其实今年大家最期待当然就是跟这个5G 相关嘛，今年的新规格重点就在 5G， 那除此之外还包含它的镜头的一个升级，那其实每年抓瓶盖股就是抓能够受惠于新规格或者说出货占比提高的公司，那我列举几档，那第一个玉晶光，我想最近那股价已经创历史新高了，但不过其实今年苹果要注意，就是说它的后镜头呢，这个镜头的部分它会从 6P 升级到 7P， 这个价格增加一倍，所以对玉晶光来说不仅营收增加，而且获利也会呢明显的提升，那当然短线上面不用去追高，拉回的时候再来做留意。3105稳茂，这个是最主要就是受惠苹果，同样它这个所谓的一个 3D 感测，以前是主要放在前镜头做人脸辨识，现在呢要把它用到后镜头，增加以后可能在 VR 虚拟实境部分的应用，那这个部分它价格也会大幅提高。那最大的代工厂就是稳茂，那另外3189景硕最主要就是在这个 AIP 的模组载板，目前呢只有它能够供应，所以算是独家供应商，所以今年开始由亏转盈，那明年获利会进一步的起飞。那6678台表科受惠 mini LED 主要是这个晶粒的一个颗粒数量大量增加之后，打件难度增加了它的一个难度，所以它是比较独到的一个技术门槛。最后一个2448晶电那最近当然跟这个龙达呢宣布要合并成为控股公司这个长线来讲的话也会受惠苹果的 mini LED 商机，不过上档技术面有一些套牢压力必须留意一下这个价量关系的配合。OK， 好，所以这个是价量关系的话，要等什么时候是一个比较好大家可以关注的时间？对，那我觉得近期来讲的话，应该说突破之后刚开始有点转强了，应该是以6278台表科为主了。Okay. 那其他来讲的话，相对大概都已经涨了一个波段了，所以其实股价如果领先基本面太多的话，就不用去追，等到拉回可能接近月均线的时候再来做分批进场布局。OK，